大家都点比较悲伤的歌曲，对，没有，也比较轻松的节奏。接下来在下半场如果我们没有唱到点歌，我们可以持续的帮大家来带来，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吝啬，继续来点的好吧。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听老歌，我们来做一个有点老又不是太老的歌曲，对，好不好？而且这首歌要介绍我们台上辛苦的老师，送给大家这首歌曲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Thank you.